来干活，顺便给大家看看我们草场里面的就是草原的风景。晚饭之后我们挤上花花了，然后待会儿要喂羊羔。这会儿能看到月亮非常的清晰，然后肉眼看的话非常大非常近，那边也可以看到星星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。那边可以说我们草原的景色呀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都是依然的这么美丽。立秋之后虽然这边很凉快了，但是也希望大家多多来玩。花花挤完了，嘎达花来这边是我们家野猫，很久没有出现了。咪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咪咪，饿了好像是。干嘛呀？造反呀？嘿嘿嘿。这个是山羊羔。它毛和脚都不一样，然后那些绵羊羔呢，也是奶羔子，奶羔子就是没有妈妈，人工用牛奶喂大的羔子。我们这儿就是挤的牛奶，不挤羊奶，所以喂的时候都是用的牛奶喂的。阿萨。野猫。
准备点吃的。来，咪咪咪咪咪，他妈妈再次生崽之后，他们变成了9个了还是10个了，好像挺多的。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出现，晚上一出来，一院子都是猫。